我按到停止录影了哦，我要存两次记录档了啊！啊，为什么他的遮画面跟关记录档那边重叠啦？哎，小小走吧。啊，他说要讲，哎、欸，小鱼我来了，有听到吗？小鱼，你是不是都没在看台了啊，小鱼？带我朋友，他真的是害羞到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快哦，小小来哦，找一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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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哦，他大声喊了一个靠。哦，原来是靠我，你快来啦！我想说。为什么要靠我？我又不可靠。你快来！啊，你就害羞是事实啊，你就来嘛，不用害羞，不用怕。是你，你密码也按太慢了吧？你是在机场跟渡渡鸟玩是不是？来，快来！你这样子，我自言自语，人家都不知道你在打什么。我可以乱讲话、啊。嘟嘟嘟嘟嘟，你不拉吧，先走一步喽。哎、欸，这塑胶桶好可爱哦、喔。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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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所以你们现在是把那种菜架跟流星雨的密码那些直接置顶到那个上面哦，好屌、哦！感谢米娅的十颗星星，打喷嚏，不，不的。没事没事，只是我刚刚要一次传两个档案，我觉得好头痛啊、哦！那新版的后台真的很不友善。明天。
天因为看小说，所以没开太久游戏。你看你们两个就长得一模模一样样哦，等下带你们去看哦。你看这种水手服就是要带马尾啊。看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没有？有没有？走吧。哪里呀、啊？阿牌。啊？找一下妹妹咯。妹妹不见咯。米鲁缺的话你买到了哦，好，等一下我跟他说，他现在应该是在露营啊，没有看到人，刚敲他，哎、欸，在我这，你看一下地图，你们看到我在右边服装店的右上角，好。小小，看看右上角，不是我在右上角。是你太慢吧，又不是我太快。首先就是先海滩捞一圈呢、啊。请撑杆跳过来。想干嘛啦？很危险呢。嗯，你不用怕，而且小鱼他很喜欢妹子去他家，不用担心，不用怕。就是想打我，我已经准备好跑了、哦、我先准备一下，好见了，见在哪里？哎、欸，对耶，是不是一会要来摸家具？好啊。是今天吗？哦，对，那个羽毛子，这位这个就是他想要摸那个可爱家具，就是他，因为我昨天是把白色的可爱家具让他摸过一次，因为我没有其他颜色。嘿，
他想把他家布置的可爱漂漂亮亮的，然后他可能现在是跟我讲说，你不要再讲了，很害羞，很羞耻，不要再说了。对，真的可爱的可爱的，那小小，你等一下就去那个看那个赖群吧，然后羽毛子可能会爹密码给你，再过去。餐厅礼拜六，其实四八是有日式系的家具，日式系家具也不算没有吧，只是打个日。嗯，就这些而已啊，日式超少欸。好，所以小小你就过去吧。迷路啊，你在哪里呀？一二三，一二三。哦，一次跟他讲一讲好了。M 说有买到你缺的话。啊，对 ，Lumi 哦，不行了，哎、欸，我真的快死掉了，完了，我已经忘记我们今天挖矿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说夸不夸张？哎、欸，许愿啊，小姐，小姐，脸上被猫抓过的小姐，那羽毛子麻烦你咯，你再贴在赖群，或是有贴的话再贴一次哦。卡卡，奇怪，阿鲁米咧，对，卡卡上线了，嗨，我连网络连好久、哦。啊，你会不会来又坠机？好恐怖哦！你是有周四坠机症？我不是，是十点多的时候，我也怕坠机耶。嗯，没事啦。你那边有人吗？我一个啊，跟房岛主。那我要去吗？来啊，我已经许完了、啊。我怕你们坠机，等一下没有存到档。没事啊，已经存好档了。我还把你叫成迷路哎、欸，怎么办？好，我们不好了。好、哦，好吧。立刻吵架。不要啊！我下线了，拜拜。爸，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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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路，快啦！怎么啦？没有啦。不要跟你讲话。我要当一棵不会说话的圣诞树了。每个礼拜都不要讲话，我们都静静默默的玩。嗯。那你还要不要画？呀、欸，我错了。不是我啦，我是过你 M 有帮你买到画啦。我看到了，谢谢 M。呀，不要画。嗯。我怎么觉得你快睡着了？没有啊，这声音没有啦，静音睡九小时还睡哦、喔，九小时，就早上4小时，下午5小时啊！感谢星星的25颗星星。
说怎么会到九小时这么会睡？我觉得真的是闷热昏睡过去的那一种。因为 我要飞啊！我每次夏天都这样子啊，夏天就是日夜颠倒，然后每次下午睡醒就是整个头爆炸，然后狂流眼泪。狂流眼泪？对啊，不知道为什么、欸，就是眼睛会干酸痛，然后就是掉眼泪。那么神秘，会不会坠机呢？还没亮灯。可是亮灯也不一定啊，你那时候也是亮到即将抵达之后就断线了。现在很危险哦，这又是昨天的10:36。断了。白痴哦！辛苦了、辛苦小鱼了，小鱼谢谢。有人断线了，可是这样密码是一样的吧？对啊。那我们再连。我可以再试一次吗？去试啊，岛上没人了。我真的是10:36的定段哦！哇，好屌哦，那么屌啊！好可怕、哦！呕团！啊？没事。为什么会呕团？徐伯伯啊，呕团！呕团！好，明天就这样叫彤彤，全部人一起叫。哎，还有吗？攻杀回来！人孔盖装饰。我只是想摸个妹妹而已。午餐车。还蛮好看的。服务餐车，服务餐车，想说上面就放药了，没有可以前往的岛，呜呜呜，哇哇，没关系的，看啊，真的假的？没关系呀，没关系，一天不摸妹妹没关系的，反正我需要的话我叫你做就好啦，嘻嘻。是不是很聪明？他上线了，他可能要再开一次了。他好像还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怎么能这么好？谢谢你。谢谢你，你是好了。真的每次都这时间段呢、欸，就是傻包眼。哦，你家竟有骆驼？有啊，我现在真的好懒得买哦。我要去买，我想要那个下午茶那一张。哦，你是说我地下室那一张哦？哦，我给你新的密码。好。密码太多数字了吧？好打。好多密码都很好打。哦，今天好像 一群人冲进来买骆驼的东西，害我今天开台日听到登录登录的声音。很好啊，好吧，我买买看。好，我差点念出来了，差点他家就爆炸。哇，钱不够，身上10000块不够买，来去零钱。为什么不够买？我身上只带10000块啊。3000啊，3000两千。我还要再买 Book CD 版啊，买个固定的看一下长怎样啊，那就不会白买了啊，干嘛？我都没有买地板，我现在都只有买墙壁。什么啊哥？
我拍卖看到是吗？你说今天是熔岩地板是不是？我看一下哦、喔，放地上。哇，熔岩地板。对啊，会有那个废墟。我有熔岩的墙壁，你要吗？我有啊。可恶，没想说终于可以送人。那个我都没有用，真的不好用。嗯，废墟墙不喜欢。究竟会不会到呢？喜气洋洋，感觉黑黑的，我感觉要坠机了，不对？我不在。我知道你不在，但我觉得好像要坠机了，跑这么久。求外送地板3000块的熔岩地板，不然我熔岩地板给你好了。我刚重复了，又断了。哦，我飞了，我飞成功了！哎、欸，真的是36分是个魔咒，不能那个时候飞。今3次都那个时候断，应该是多的吧？看一下哦、喔。哎、欸，没有哎、欸，没有重复。你要不要来买？小奈要不要来买？哎、欸，那时候养宅在做原木沙发哦，这个我知道啊。我开台的时候有让你们看杨少在做啊，爸。耶、yeah, ！感谢你。你要门市取货还是宅配？宅配吧。去弄东西，要来岛上玩。哥，猫头鹰在妹妹在哪里？断线以前，在右上角的花田里面。好。啊，那你那呼噜给小奈吧，我去买。这家呀，嗯嗯，被困住了，怎么这个门只能进不能出？哟，啊，嗯，不见了。看身上带1万都不够，好2万。叮叮，积木没有表情哎。已经拿到顶了啦！没有，犀牛还没有送完全部啊！等我一下好吗？我剩头上有星星掉下来啊！啊！我都没拿到、啊，我头上星星掉下来没有拿到。啊，那你等我一下，我连运动的岛民都还不能来。我等你什么？我运动的岛民也才刚来而已啊！嗯，走。我迷路了，猫头鹰妹妹呢？是我把头好吗？是啊，我到现在还没找到，我已经把它岛整个晃一圈了。嗯，我哥不在，我都找不到。
什么干我屁事？每次都接到你家了呗。你看张婉婉你喜欢，你来接走他嘛。啊，然后小酒窝是你自己白痴，忘记那个岛民伴奏要去找，那不能怪我啊，对不对？会不会最后你可以赶找岛民啊？只是你要记得搬家的时候啊，你下一个去的可能就是那个了哦。还有谁？小雪，注意哦。如果有人家里有空房忘记去找的，可能会有小雪哦。哎、欸，还有一个雅欣，雅欣不知道跑去谁家了。不可思议。废墟墙、荒野地板啊，这个好像没有，还有什么？体育场墙。你丢搞哦，穿这样。赝品吗？这样是赝品吗？强健的名画，动人的名画，勇敢的名画，神圣的雕塑，神圣，神圣是那个吗？等一下，神圣完全没影响。我看嘛，我看，什么东西我来？嗯。哦，神圣是天使翅膀的啦。那怎么会买啊？就断光光，只剩下天使翅膀的身体啊。嗯，那个很可爱。很可爱。对呀、啊。很可爱。没头没手，只剩下身体跟翅膀。礼物是露米的，好。很可爱呀、啊。耶、yeah.。我也可以去你家了，现在不会断线了。对啊，你点错了。谢谢 M。一张榻榻米，废墟墙。结果哥哥，我刚把我的月亮吃回来了。厉害、欸。吃进肚子里了。嗯。哦。这是要拉出来了。哇，脏了。是回来，你要蘑菇地址跟地板吗？不用吧，我好像用不到哎、欸。蘑菇的墙壁是，你可以拍样品吗？再赖我看，或 DC 也可以，我看一下，就你上次 PO 的那个吗？好像用不到，因为我蘑菇会想放外面。那跟樱花的蛮像，是很满的整面墙。啊，那个羽毛子，你的后头龙的
有找到吗？尾巴？小屁友，小屁友，哎，给我表情、啊。我要连过去了，你现在不要去触发 NPC 哦。会怎样吗？中断吧，你就没办法拿表情了、啊。岛上有人在，我怎么还是会有表情？嗯，对。没事啊，进来吧。嗯。狼系，你只对莫妮卡有兴趣？呵，我都没兴趣。对啊。流星？没事，十点的流星。没事，没有流星了。空气，你好像快断了。不要乱说话，现在是51分，不会，不会吧？是不是都要连两次啊？没关系啊，就等你。哎、欸，懂了，懂了，懂了。可你不要再帮我立 flag。没有啦，那种东西只会发生在我身上，好吗？不要乱地帮我立 flag， 等下就懂。史培亚的对不对？史培亚的声音就是很低呀、啊。有了有了。嘟嘟嘟。你蓝的风信子里面长了一朵紫的、欸。对啊。怎么会长紫？自己长的，没人去浇哦。因为昨天下雨啊。对啊。真是，松开。啊，我的画，我的画。怎么不行哎、欸？不行哎、欸，是什么？羽毛子说什么不行哎、欸？哥，这边是圣的话，这里来柠檬那家前面。哦，想说奇怪，怎么那边是圣的？柠檬那的家。哦 ，M 拿走了。嗯。嗯。你传 DC 了，我看一下。哎、欸，第一张跟哦有两种哦，是 M。那我比较喜欢第一张的 M， 第一张的壁纸，那、啊、地板应该就不用了，地板挺卖的。啊什么？你在干嘛？不小心把它丢出来，收拾的。柠檬娜，我们今天来聊个天。为什么你家柠檬娜都喜欢吃东西啊？昨天是酸辣汤，今天是回锅肉，每天都在吃。嗯、我怎么知道？妹子都爱吃东西吗？养、嗯、生是这间吧？对。我记得他家比较养生。
我好像也得去接只兔子了。哦，他没在敲了。你要原木沙发哦？不知道，我没有，所以我想摸摸看。那个 DIY 区有啊。好，加去摸。谢谢。今天是去你家才对吧？怎么来我家？啊？今天不是应该是去你家工作吗？你要帮我把树全部砍掉吗？全砍掉吗？嗯，水果树，我觉得它在那边好卡哦。好啊。是砍包的那一种啊？砍啊！我到整个从中。砍啊！卖水果，种水果。那现在卡在那里，我没办法移心的。砍啊！倒。然后等下要去做做斧头。啊！哥哥，你的白色竖琴。怎样啦？不要摸。我那天不是我是不是问你说有什么要摸的？我忘了。我忘了。圣诞树哥哥，哈哈，挖不到我。不是啦，你又知道我要干嘛？什么？解任务啦。哦。刚好有种水果跟卖水果的，我就啊，我要找你的一番赏啦！我想到了，你家干嘛了？在右边啦，村民家前面啦，来，我干嘛啦？家前面啊，我就跑过来才想起来这件事啊。黄蜂。OK 啊。有啦，找一下啦。Okay. 哦、我找到怎么办？嗯，然后我今天终于抓到天使雕像赝品了、啊，恭喜你！然后就是说，糟了，没有艺术品了。谁来？阿亮，可能送你的蘑菇东西？可能哦。可能哦，我给你看他给我看的壁纸。我看不到东西。车没有。你刚看是阿亮，毋庸置疑的垃圾。阿亮每天都不同的垃圾。我要换垃圾。你可以换超人般的超人的垃圾。的超人在后面。哎呦。我换我讲了，你问第二次了，没关系，你问了我倒戈三次，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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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重问了，那些都要重来了，你不是改了吗？又改了，对啊，改好了，嗯，又是一个猜不出来的歌，那我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猜，那我要弄一个老歌，你不是都要改了，你不要弄老歌啦，这样暴露年龄，没差、啊，100岁。海风游歌、啊，你弹啊，最好是你这个弹得出来。有啊，可以吗？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说音符可以啊。虽然说也不知道什么歌，但我听过。包青天啊。哦哦。哦、oh, oh, ，我没有听过， oh, 我听， oh, 我听，绝壁学啦。哦、oh. ，我要来，哎、欸，等一下，所以今天的是什么？壁纸是什么？废墟墙。啊，废墟我有了。地板，地板，地板，那我买地板。你干嘛闪到腰？有人在我面前炫耀转圈圈，哒啦。很扁他地毯呢？地毯要买算了，不要买。
地毯你要买才能抽啊，不是吗？哦，我直接那个买了，用钱买了。可是地毯直接买的那个是固定的啊，随机的也是，随机的是要用券换。哦，真的就会随机啊？对啊。嘿，好，我等阿亮买。你不是新手了啊？你怎么会不知道？我没有在注意这个啊，我想说重复就重复，我都没在看。攻略组的呢？没当攻略组啦。怎么可以这样？我跟你讲，我没有当东正攻略组啦，我在帮你节约用电，到处帮你关灯。那你来我家关灯。对啊，我正在关啊。真。哎，小小在看台吗？就这个，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你看，晚上关灯，再加上这个脸。我没看到你的蘑菇墙，可恶。在楼上。好，我等一下去看。今晚真的很热哎。砍爆，那就不用吃大头菜。我因为我大头菜通通都变成分成十个，十个在地上，等它烂掉啊。我可能只留五颗吧，就各一颗，然后其他全砍，这样才不会到时候卖到没水果。不用怕，我在老家咬啊。对，那我可不可以先砍？不然就是你等下，那你从我家带过去的水果都卖掉了是不是？没有啊，有的有留啊。那我怕我到时候就好了、啊、手贱不小心就卖掉了。你多假，流星！专业手贱，没取到。有了一颗。我要买啊，星星棒啊啊！是给我的妈亮啊！没学到星星了。骆驼的废话真的有一点多。我突然想到你可以怎么布置你家哎、欸，那一堆花田里面，放你的钢琴。我是想放钢琴跟竖琴啊。对，然后旁边再挖水池。对，我刚刚看你那个超适合的，看起来超漂亮。可是要想、喔，如果我真的要挖成兔子的样子的话，不能挖水池。谢谢阿亮，哇塞，他那个转圈圈真的好可爱哦、喔。对啊，你可以中间挖那个四叶草型啊，不然就是一个岛。讲得很容易呢，很老。哎呦，我家已经被我改成这样了，所以好像不能挖。所以我这样子就是要打自己脸啊，就是最后还是通通都填平了。我没有填平啊，又不是我填平。我说我，我会打我自己脸。你家好漂亮、喔，谁？你家的花田好漂亮，旁边那个垃圾桶有点煞风景啊，哥哥。我那时候问说有没有收起来，说不用啊，这样种也很好看。哈？哈？我没有说吧？你有？你那时候种波斯菊横着种的时候，我有讲。我没有说。嗯。现在我想要自拍都不能拍了，那个垃圾桶，呜呜呜。我去挡，我去挡，我去挡。你现在不能收。我去挡，我没有说我去收，我去挡。你说当一棵树是不是？圣诞节到了，我来了，我来了。好，给你挡。帮你弄一个完美拍拍墙。哦，看那里睡椅好可怕。这是美瞳网。哥，你的角度还是会拍到他啦，哭哭。这样嘞，
可以，怎么这么棒？有拍好了，耶！应该要这样子才对哦。自己种的，为什么不要正面的？没事啦。啊，忘记把花弯过来了。欸，你需要钢琴椅子吗？我好像有欸，因为我有钢琴椅子，我好像有很多元素。你干嘛？很想给就给啊！我有很多元素。嗯，我要去看，我要去看那个蜜拉家。晚上啊，晚点再看好了。我看他晚上，他家没有床啊。他家只有椅子跟三只犀牛，不是三只三角龙欸。可是他睡觉的时候你看不到啊。我可以在他家等到他快睡着啊。啊，不会吧？他顶多戴个帽子而已啊。嗯？我看看你。座位超烂的，这个椅子不能坐。这个椅子可以坐，太夸张了吧？哪一个？就这个？就这个可以坐？这个上不去吗？你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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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我今天随便你。你上不去，我去你家喝茶。这什么奇怪的设计？问号？对啊，你家怎么了？嘿，这个为什么不能上？这个我觉得不合理啊，奇怪。好，算了，对不对？算了。他今天是敲苹果衣服，还是什么忘记了？那时候我太累了，睡着了，忘记跟托沃的说。苹果衣服没有看到。啊，我要去摸 DIY。哇，来你家好多事情可以做。怎么这么棒？谁胖？哥哥，我拿到了。拿到什么？咖啡店的窗帘墙。看我刚才破音，我傻眼。情歌偷龙，你看是不是跟你讲说随机就有机会了？那面真的，欸，哥，你缺榻榻米吗？我知道你不要，我不要，你卖掉啦！刚才卖掉，你不要这边跑哦，我任务要躺鲤鱼哦。好啦，我不跑。不想跑，你这臭屁孩。欸，我人很久，你的嘴角微微上扬，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我忍很久了，我等他接近你，我才开始跑。欸，我有看到。DIY，我眼睛虽然不好，但是我戴眼镜。嗯。好像很厉害。欸，这个我有吗？偷偷吃。啊，哥，我现在有大姑姑棒棒了。什麼大姑姑棒棒，剛剛亮给我了。哦，大姑姑棒棒。哦，我可以染成奇怪的颜色了。哦，我今天拿给我那个朋友看啊。嗯。他说他不喜欢香菇。为什么？我说香菇很可爱，他说可是那形状很恶心。你不要用它原色。我没有用原色，我一开始是拿那个有点点的那个。对啊，我就是要染那个。啊，我就他说那很恶心，我说那你要不要看原色？他说不要，你就是想到那个东西，走开。啊，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难过，我觉得很可爱。完了，他等一下要敲我了。哎，不对啊，你在上班，为什么你有空可以玩？哦，你现在休息时间是不是？谁？那个说你声音很好听的妹子啊。我也喜欢你，他有听到吗？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上班时间很长，然后是连续上两天班，休息两天班这样子。嗯，辛苦了。所以我就好奇，他为什么这时间可以玩？是休息时间吗？我可能中间休息。耶，我要懒懒，我要懒。完了，他敲我了，是不是？我觉得金色的比较可怕，欸，黄色那个比较可怕。红色很可爱啊，蓝色的也很可爱。
亲爱的哥哥，你在哪里呀、啊？在钓塘里鱼啦。我早就拿到了可爱的红色棒棒。你是拿我地上的东西自己改哦？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身上会带那种东西？哥哥好聪明，哥，你看我的棒棒。他有没有蘑菇头啊？什么蘑菇头？蘑菇头白色吗？不是，你看我这个星星头有没有蘑菇头？没有，有的话我也很想戴。我这样应该很恶心吧？不会啊，你就这样红红这个，看我手上这个红红的戴在头上而已。你怎么又变回咖啡色啊？给他看啊。红色的真的很可爱。红色哪里不可爱了？你要跟他讲啊，干嘛啦？欸，你家今天的天空好美哦，银河哎。哪是银河？那怎么看都像是那个那种，哎呀，就那种飞机飞过去的痕迹。红色那个东西好吗？红色什么东西？红色那条线。我没看到红色的线呢，我是看到白色的线呢。会不会大家看的不一样啊？不是啦，还是说有点像激光的那种东西？对啦，对啦，对啦，哦、就是说那个啦。是啊，是啊，那是银河没错啦。嘿，那个好漂亮。我家好久没有晴天，啊，塘里鱼在河池塘猜，不是在河。啊，你要去你家了没？我要哎、欸。啊，不是要砍树。啊，你不是在钓鱼？啊，我钓我的鱼啊。啊，你去你家怎么了？哦，对，我要吵架了呢。我要会开刀，哎呦，忘记了。我要带素琴过去让你摸啊。我在拖台前，素琴有点香，还是你要明天给我摸也可以。啊？明天摸也可以啊。哦、啊。你就不用带在身上。啊，对吼。对啊，你可以顺便把奇怪的垃圾桶搬走。没有啊，那个我朋友他请的是生理假。所以才有时间玩，忘记了。我记忆力真的很差了，不要再逼我了。辛苦了，辛苦了。我现在已经很努力在开台，在维持我的 YT 那些了。嗯，很辛苦，很辛苦。真的真的不要让我下次看到照片是我躺在医院打点滴的照片哦。哎呦。之前塘里鱼那么好钓，怎么就出来了？是你吗？蓝丸，塘里鱼，三块鱼。头发，我钓竿扔在哪里？你。我刚本想说要来就是做个任务，然后结果我找不到我的钓竿，去摇树啦。我的钓竿就在那个洞，好麻烦。去摇树啦，来开刀啦。没钓你以后刚刚不是听到一声叹气？我说，哎，白痴，我按到出岛了。还想出岛啊？去玩呐、啊！哎呀，放个麦克风在楼上好了。噜噜噜噜噜。到处都是 KK 偶像的歌，我发现他们那么远也可以唱歌哎。因为你，因为那个啊，你只要放在那个他们家门口，或是他们会听最近有什么歌，然后就会照着唱。对啊，你有这种东西，屌，很厉害。
这个我看了呢。我来了。嗯。不要轻说话。看你瞄的预报了。爽啦。好啊，有人不想要摸东西了，好啊，我要把恐龙带过去给你。听说妹妹很想要。哎，我不要三只好龙，我好不容易才能送给你了。啊，你没问过我喜不喜欢。我没有啊，你有问啊，我想说你应该很喜欢，我特别上线送给你。没有。没有。你有没有顾虑过我的感受？没有。对啊，你也知道没有啊。其实那天我是听到你说你不想要啦，所以我就立刻上线了。就算你不想要，才要硬塞给你。那我好不想要钱哦、喔。啊？给我啊。啊？什么东西？啊？啊？刚你说了什么？跟你的那个讯号不太好，有杂讯啊。用打字的。没看到，没看到。嗯，榻榻米可以用在哪？要用什么方法？密码搜寻。为什么密码搜寻？你要前往，不要拉倒吗？要。再次搜寻。我要来先做斧头 啊！对耶，我没带斧头过来啊。刚才想打，哎呦！等你来，我再做。哎呦喂啊！噔噔。作息真的都已经一两年都睡着了，只是太早起来而已了。很好啊，很累，可以出去慢跑啊。哎、欸，因为早上我在教那个我朋友玩嘛，就是带他怎么用东西，然后弄一弄就两小时，然后开始剪片的时候，然后再弄东西给你看，然后发现说我不能这样子，我这样剪片好分心哦。我剪完，我从九点开始，哎、欸。八点半开始剪，我剪到一点半才剪完欸。那你剪那么久？而且主要是我感觉是太热，电脑有点读得久。傻眼，跑不动了。你呀、啊。我来啦！我要做东西啦。啊，你的。你的信箱放门口哦？没有，我刚刚放在身上，我要改位置啊。为什么要放身上啊？就随身携带，变成我随身携带啊。哎、欸，斧头、石头加树枝，嗯，有还要加木棒哦。嗯，木棒啊，木材。有。身上都随身携带一堆的垃圾啊！垃圾女孩，可以。她有没有垃圾在前面的？我就改垃圾女孩，感觉很可爱。今天唐老鸭已经叫醒了，你不会找到她的。哼哼。我找得到她，只是她不会趴在地上而已啊。对啊，来了，他已经醒来，他都断了。你家这边到底是怎样啊？还过不去？哪边过不去？你在哪？你在哪？你又走到哪个死角了？可以啊，这怎么可能过不来？要绕，没有上面可以过去啊。哪里？哎、欸，被我改掉了，我刚改掉了。白痴哦。哦，原来我刚改掉，原来它可以跳得过去。我是说这里啦。我刚刚跳到这边，发现过不去。哦，对啊，那边过不去，那边，对，我的确卡住。
这样不是很可爱？就有一个小小的水池田，这样不用吐槽我了，是不是？嗯，累了。好，要收拾一些口水。好，你收。啊，艾树不先摇下来哦？还是不用摇了？你是真要不要了，对不对？你直接不要了。对啊，帮我留一颗就。一颗。嗯。每种水果各一颗，是不是？嗯。哦，好啊。嗯，每天都飙车仔。对，这样前面就各一颗。吃掉。我把树移走好了，这样我就可以有空间了。嗯，那你先移吧。我在吃啊。樱桃的水梨。为什么砍空？我忘记我不是拿铲子。水蜜桃。欸，对，你等下化石要拿回去哦。哦。然后你要找一下四散在各地。水蜜桃、橘子、苹果，有了有了。哇，有哥哥真方便，只要负责捡就好了。你看，你剪太慢了，没木材。哎、欸，你砍才对吧？你砍，你要解成就啊！你砍。你砍我剪。哦、你砍我剪，你砍我剪。哦，我可以去你家砍，然后你剪。你现在干脆先砍嘛！你白痴哦、喔。我刚没想到嘛。想到了啦。你帮我剪。不要偷偷捡到我的礼物哦、喔，旁边有一个礼物哦、喔，很容易捡到。哎呦，你砍慢一点，而且你怎么是从这边砍？我不好看，你从下面砍好不好？这边很难看呢、欸。你贴心在哪里？抱歉，呜。水蜜桃，水蜜桃，去砍水蜜桃。嗯？砍水蜜桃。有了、啊、砍苹果，砍苹果、哦、这颗连我自己都看不到在哪里耶，天哪，我吐槽了，压死哥哥，我很辛苦啊，那个地方这样应该还好了吧？去你的！樱桃挡住看不见呐、啊，贴心在哪里？哎呦，就随意砍啊！随你个头啦！你这个木材会少啦，没有掉木材，你成就就是会少哦。干嘛？掉木材就会。你木材没有就是不会加一啊，所以你这刚刚砍的有几个是浪费的啊？原来它一定要掉下来哦、喔，不然嘞？哇，我以为不用，我以为只要有砍有掉就好了。嗯，可以了吧？应该可以吧？有，哥哥棒，哥哥萌萌哒，没被砍过是不是？
呀，哎呀，歪了。教主，你先让光雄走，是跟我说我去接他。你哦，好啊，这样你也喜欢光雄是不是？居然有人喜欢光雄，光雄很可爱。欸，他算是犀牛里面除了草莓以外好看的，好吗？草莓都真的很可愛，他是悠闲啊。哦，是哦，他是悠闲男、啊，所以我才说普通只有女生有。嗯，那个悠闲就是会给那个啊。头上一个星星掉下来那个、啊，嗯，我现在想去接那只运动的兔子，有两只啊，有两哦，对，粉色那一只啊，白白什么的，那只兔子，百川，对，百川是运动兔啊，它是粉色吗？忍者的那一只，对啊，它忍者，嗯，我可能去接它。那、啊、你不要太久了，嗯啊，那个嘞，你不要忘记关键叫什么，另外一只叫什么？不知道，另外一只没有看。中国风的，中国风的兔子吗？对，眼睛很小，头有点布丁头。嗯、它是运动吗？它是运动啊。啊，是哦，那只是运动。嗯，可没有啊，他的 Amiibo 啊，我没有啊。我是百川，刚好有人有，所以我才想要接他。哦、嗯？啊、哦，我说哦，你是不是刚一直挖空啊？没有吧？像我这样子，没有，我没有，好不好？我今天很认真，哇！重见天日的这片地，我好感动，谢谢哥哥，觉得很感动。哦，如林，那只叫如林哦。哦，对对对对对。哦，耶，没事了，耶，没事了。给你摸。是我错觉吗？你眼睛是不是变小了？对啊。你今天换眼睛哦、喔。嗯。刚才在想说奇怪，哪里好像怪怪的。竖琴，哎、欸，竖琴不见了。你想骗人？被吃掉了。不可能，给我拉出来。吃掉哦，对，我要去拉，我刚多吃了一颗。啊？刚多吃到了一颗水果。那你就把树种下去，再挖起来就好了。你在想什么？嗯。在想我种这里是对的吗？啊，随便啦。你水果要放哪？随、嗯、便扔就好。啊，你卖掉就好啦。卖什么掉啦？你不是说要留给你？你怕全部弄光？没关系，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哥哥卖。妈，三遍。卖。因为我觉得我一定到时候觉得他。很碍事，不会啊。好了好了，哎呦！哇，好干净的家。啊，没事了。小夏，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请你做？砍掉玫瑰，砍走玫瑰，中间的黑莓，黑莓，龟，对啊，我可能留粉跟紫吧，是没几朵了。阿里狼嘞，找我啊！我不要躲猫猫了。我没有在躲猫猫，我在帮你弄东西哦、喔。你在帮我整理什么？沙滩吗？没有。你是说刚树下面的玫瑰哦、喔？
嗯，你都不要了、喔。嗯，那些黑玫瑰呢？嗯，我记得我还有很多黑玫瑰啊。你刚走来的时候应该有吧？三朵。对啊，这边还有，我有留。家什么都没有，就花最多。紫的、红的都有啊。还是你有要黑的？没有，我要黑的干嘛？布置家里。海滩也有樱桃啊。嗯，我到处都有东西啊。结果自己在，我自己挖了。漂流瓶哎、欸！啊，有吗？嗯帮你开。啊，你帮我开什么？我自己在挖黑玫瑰。屁呀、啊！你这条鱼竟然钻进石头里面。钻进石头？是鳗鱼、喔？你不是要弄那个？哎、欸，你看我的蘑菇，我的蘑菇越来越帅了。有蘑菇小太阳。我家在蘑菇两边种那个花丛。我原本是要种在山谷里面，变蘑菇谷。蘑菇谷。对，就是蘑菇谷。可爱啊，我家的人越来越多，可爱吧？你有没有要放那个啊？感觉放地灯还不错啊。地灯？对啊。什么地灯？地上会有个灯往上照，那个叫地灯。哦，哦，对耶，那我要再去买。什么叫地灯？我刚刚第一个想到是那个竹笋灯。嗯，你地上工具很少啊。什么地上工具？是地板？对啊，我在帮你回收一些工具回来了。可能在门口，或者是我知道、啊，我都，我刚刚就在找这些东西啊。路上，我都放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啊。可能坐一坐，包包满了就扔出来，很优秀吧我。你好邋遢哦。这样哪里邋遢了？哪里不邋遢？你解释给我听。诶、欸，你说啊，说服我的理由，你说，让你说，让你说。方便工作啊！这时候讲要讲一句台语，什么？你讲的拢丢啊，讲的拢塞流。这是什么？你讲的都对，我讲的都是屎尿。哇、哦，怎么那么难听？你讲的拢丢，我讲的拢塞流，日剧啊！怎么这么恐怖？哥哥一日一台语教学，是不是？哎、欸，我就说那个小鱼啊，他就很小鱼，就你今天去人家家里许愿那个小鱼，嗯。嘿，他是香港人。嘿，他台语学得很快。为什么？尤其是一些很奇怪的台语，他超强的。是因为粤语的关系吗？嗯，不是哎、欸。是因为粤语。他就很喜欢东学西，东学一些奇怪，西学一些奇怪的东西，还叫我教他。然后他那时候学最快叫做 gay 鬼 gay 怪，然后他很炫耀的一直到处讲。给鬼给拐，很可爱啊！这句听起来就很可爱。然后尤其又是他用香港的音讲出，才觉得更好玩。可恶，给鬼给拐，这样给鬼给拐。好想听。哎呦呀！好了。好了，我清掉了。可以来啊？好吧。对啊，我把它清掉了，我自己清了。你帮我收集的时候，我就清掉啊。好了，再来干嘛？工作了。要干嘛啦？没事啦。没事了，捡化石而已。对啊，哪里有化石？世界各地，你刚没有看到、啊？我刚只有捡到两个啊，左边两个啊，就刚刚砍木头那边两个啊。哎、欸，那可能没了，是不是？
怎么可能啊？还有两个嘞。可能被我鉴定掉了吧。好吧。有可能是被我吃掉，因为它一颗长在我的头上平台上面。平台长头上是哪招？就把它弄掉。你香菇都可以长头上了。香菇长头上可爱好不好？可怕好不好？很可爱。如果它有那个蘑菇的那个头。啊，你一定没看过伊藤润二的图。啊？你一定没有看过伊藤润二的图。为什么它有香菇吗？有类似的啊。没有吧？有啦。就什么钉子跟双衣啊？没有，那是它是那种那种类似小剧场的那种东西，它不是本片。那我可能没看过，我都看很奇怪的地方的，就觉得很恐怖。看完就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YouTube 啊，或者是有时候突然跳出来，就会点进去看，就、哦、那种后面因为什么资金不经费不够，那种画的超奇怪，还是漫画比较好看。很可怕，不会啊、还有像什么肚子里面剖开有青蛙是不是还是什么的，对，那个都觉得很恐怖。还好啦 ，Tico 就很爱看呐、啊嗯，很像 Tico 会做的事情啊。夏蜜干帽子，你要不要学？夏蜜干帽子，我知道我没有啊，但你先学吧。放在这里，我可能有哎、欸。来路口找我，我可能有。学？没有。哥哥，那你可以带夏蜜干了，不用当圣诞树。我没有夏蜜干，我看一下。我做给你啊，你就可以不用当圣诞树。五颗橘子，拜托你要做也是做樱桃吧，樱桃那个屁屁耶、欸。水蜜桃才是屁屁吧？你樱桃也很好笑，我跟你讲，樱桃的更好笑。桃的，哦，好，做给你，那你要换带樱桃的。对，我这没下蜜柑呢、欸。哥哥，那我做樱桃的，你要带樱桃的吗？那你也带啊，那看起来才像屁孩好不好？那看起来才像屁孩。我带水蜜桃的，不水蜜桃。你要带樱桃。我不要带樱桃，好可怕。来做，我来做，做给你。嗯哼哼，樱桃屁屁。你可以换新的 skin 了，哥哥。这比较好看。樱桃可以搭什么啊？樱桃屁屁。樱桃屁屁可以搭什么东西？你看哦，对不对？这比水蜜桃还冲击吧？这个好丑。哎，我觉得不要带，好丑。我就说很丑啊。丑爆了！啊，卖掉，卖掉，卖掉！送小雪，送小雪，好丑哦！你送啊，你送啊，你送啊！丑爆了，我真的不能接受，这太可怕了。这是帽子哦，他们是可以戴的，不是头套。来做蜜柑，蜜柑的感觉还可以。蜜柑是那个吧，遮那个吧，那个帽子，草帽那一种的吗？刘海，我现在没有刘海，戴起来就很好笑。蜜柑，好呆哦、喔！还好啦，就是很正常的呆。苹果的也是长这样啊，算了，不是我的菜，我决定扔地板了。水果都不好看啊，除了雨伞而已啊。觉得不行，草莓衣服还蛮可爱的。你有草莓衣吗？可以多给你一件。衣柜不够多了啦。没有哎、欸，你有草莓？对啊，草莓的衣服。哦，是买的哦。那他是买的，他不是、那個、应该有吧？他是买的。他不知道有什么？因为我两件。啊，这我的星星头，白痴哦。对啊，你的星星头。
你看，是不是看一看去还是这个好看多了？对，还是你还是当圣诞树好了。对对。那个我送给其他的岛民，还是你要带回去送给小雪啦？小雪早就走了。走了吗？他早就走了。我以为还没走啊，好像是可以送。小雪是史培雅的形状，他从一只老虎变成一只狼。哦，是哦。哦，是哦。哦，是哦。是啊、我不知道他走了。秒伤人。怎么会坐中间啊？屁股，屁股被、我的屁屁被撑开了。什么？你的屁屁被撑开？听起来怎么很变态？真的、啊？你看。坐哪？你看，你看，看看。看。哎、欸，为什么你是坐？你也可以啊。正中央哎、欸。你也可以啊。你看，我没有看过哎、欸，我没有看过这正中央。走开，接过。啊，今天就这样结束一天啊，就这样结束了我家的岛，什么都没有盖，烦呢、欸。好大的鱼，好大的鱼，好大的鱼。欸对，你不知道钓塘鲤鱼？对啊，我忘记塘鲤鱼是大还是小啊，我记得是中小啊，中型吧，这只看起来很小啊，不大。没有，这只是黑鲤鱼，黑鲈鱼啊。而且我跟你讲，那位置应该很难钓。嗯，就不知道谁设计的哈。而且他怎么是一直看墙壁啦？看，而且他输在那个地方。妈的！等我。发出了一个小女生的尖叫。真生气，干这样子。小女生，你那个地方过不去，你一定要挖树。想什么？干，等一下，你知道你会进不去对不对？对，全部都进不去，你一定要挖树。你这很烂呢、欸。你要去公园挖树挖开，好啦，我把它改掉。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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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挖，这样子吗？嗯。你会挖起来鱼就跑了。可以掉吗？欸，可以耶，那不用挖。不要吵，你厉害，你来。我看你表演啊，我不会掉鱼哇。黑鲈鱼，极限耶，哇，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它就黑鲈鱼的形状啊，什么为什么？你这样看就看得出来了。你会怎么看不出来？不出来，把头。扶桑花哎、欸。对啊，我原本是要都中风信，不是风信子了，那个绣球了。六月就换绣球了。六月再换啊。那这些怎么办？卖掉。卖掉啊。哦，还好还好，我没有跑过来，不然你的鱼就爆了。欸、你需要鱼饵吗？不用啊，不然你去钓鱼啊！我看你钓鱼啊。地板上都鱼饵。我看你钓鱼啊。那我知道了。你去钓你的黑鲈鱼，我去找我的魚。我钓什么黑鲈鱼啊？塘鲤鱼啦！你诅咒我！要白目了哦。我忘记了。你还记得什么？有一只鱼不见了。会不会等一下回你家？你家又下雨了？没有，我家今天没下雨。晚上啊？没有啊。什么叫怎么可能？没有，我就想说，当初去你家钓。嚯、哦，有大鱼！不用怕，鲈鱼。我立刻开启我的震动。
真的是鲈鱼，我以为我要毕业了，结果你是码头。嗯，干嘛投啊？你怎么可能毕业？你要钓两条鱼哎、欸？不是只要一条吗？啊你海水族箱也至少要两条吧？对啦。对啊。还是要缴。什么毕业？妄想毕业啊！都过我都钓鱼钓几天了，晚上都在钓鱼。哦，你鱼饲料都放这里哦。嗯，什么？你没看到？山脚下就那块地有啊。好、哦，死不？我买起来。聪明吧？什么买起来？哎、欸，买起来可以再放上去吗？上面还可以放东西吗？不行吧？好吧。不然那个星星的叉叉就可以更省资源了。我也觉得。可以捡起来又放同一个位置，还可以标记。哇、哦，这次感觉很大只，是不是你？都是幻觉。闷掉。我、哦、哥，干嘛？我钓到了。还有一只啊。我钓到鬼头刀了，然后你之后鬼头刀就是狂钓刀，钓不到浪人生，你讲。哥哥不要再帮我立飞，哥你在哪？哥你在哪？哥，钓到了，钓到了，在商店街。我在隔壁而已啊。啊？我来了。你看，我钓到了，我钓了，我们钓了几天？快一个礼拜了吧你？我终于钓到了，好感动哦！我没有钓带啦，你身上怎么可以放这么多鱼啦？早上的，这是早上的，然后那个啊，这两条鱼是昨天的，然后这个是早上的。到底要摸什么？那为什么你可以马上取消？好乱插。按 B 啦！我想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快？想干嘛？耶耶！好了，耶！我可以拿，我回去可以领姑姑伞了。我可以领姑姑伞，对不对？我不知道哎、欸，你可以吗？你资格吗？你有够格吗？有，我有够格。你竟然有叶子的！我今天才在那边学叶子的 DIY。哦，有啊，我今天也拿到的。耶、yeah, ，可以换我帮你钓鱼了。帮我钓鱼，那个啊，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鱼，黑鲈不是黑，塘鲤鱼啦，塘鲤鱼对。为什么你要帮我钓鱼？钓鱼啊，我们去撒饲料。不用撒那个，钓那种鱼撒饲料，你要不要紧、啊？什么不要紧？钓那种烂鱼，你要撒饲料，那是海那个河。嗯河床挂一挂就有了、啊，帮你接任务哎、欸！哎、欸，我没听清楚，等一下重来。刚打哈欠，他唱完我没听清楚。他唱什么歌没听清楚？刚打哈欠。对，我也忘记叫你听歌。啊，你要拿姑姑伞，还是我去你家拿、嗯？我也要先收起来才能拿。我开导。然后我收起来，你再进来。好。嗯。卢米要香菇屏风吗？就是一大堆红喜菇。我想要，可是我不好意思说。他不要，他保留他的矜持，他有他的原则。阿亮怎么人这么好，怎么都做？阿亮，我终于钓到了，我要给你看。哎、欸，不对啊，你刚刚应该有看到。没有，他希望你在海边秀给他看。好，我等一下秀。到放生跟你讲。
不要按那么放声，所以才会说在水边、欸、按水边按那个啊，展炫耀。我不要。哈，什么掉了啦？算阿莲。浪子真是大型还是大？也是大型鱼啊，就是最大的吗？没有没有没有，也是大型，就跟那个一样啊，鬼头刀，跟鬼头刀一样大的啦、啊。说不定我今天都钓得到、嗯，我去你那边钓。哇靠！啊？什么？你不信哦？鱼饵带好哈。嗯？你、嗯、怎么带鱼饵狼？哦对，怎么有流星？我要去拿鱼。包包垃圾好多、哦。嘟嘟嘟嘟嘟嘟，等一下有事件，我、哦、没事件了。哎、欸，闪闪闪闪闪！鬼头大后就推飞。欸，我真的还真的很少钓鱼、嗯，我觉得那个比较好抓昆虫的。虫当然好抓多了啊，而且昆虫真的重点是蝴蝶，你吓到它不会不见，它会慢慢飞。嗯，然后那个鱼拿了一下就不见了。啊？这条鱼看了一下我的浮标，看了一眼之后，就转头了。它可能觉得你不好吃。不好吃，你的鱼有不好吃，那就算了啊。傲娇发言呢、欸？就真的就算了啊，不吃就不要吃啊。不然怎么办？强、嗯、迫他吃又不开心。对，强迫他吃，就叫你吃哦，你吃不吃？这样。叫你去钓鬼头刀，你钓不钓？我让人吃，你钓到啦。有我来了，哇！这样我居然就毕业嘞！之前的尾鱼就是去发了个动力，尾鱼就没有毕业。哥，你有看吗？你说嘞？有。啊、那枫叶你要开导让我们过去，捞枫叶。对啊，跟那个挖樱花一样。One, two, three。哈？染脏掉的袜子。他叫我拍节奏，在唱歌。好，你现在先唱一句。倒映在眼眸的究竟是什么 ？Come on， 一万块零钱。哇，生气了哎！我选前他生气了，天啊！你不选他？没有啊，他有选项啊，什么昂贵的东西什么够，我选一万块零钱啊，然后他就生气了。为什么生气？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有选过另外一个吗？他有五个选项哎、欸！啊，这么多？对啊，我第一次遇到这个事件哎、欸。我很少遇到对话的哎、欸，对话是不是好感度很高？没有哎、欸。我那时候的狮子第一天来就跟柠檬娜在聊天了，哎、欸，我马上断了，一飞出去就断了。你干什么？飞出去就断。他说快关台，不要去了。不要。不是啊，我只是要我的香菇伞而已啊。我的菇，哎、欸，香菇伞可以染色吗？不行。不行，我家可以钓尾鱼。阿亮家是南半球啊，那我有机会还可以毕业。可以去他家捞捞枫叶，让你钓鱼。嗯，哥哥去捞枫叶，我去钓鱼。哥哥，我们分工合作。我不要。
这样材料都从我这边拿，你得到了什么？哦，我帮你做我鱼生鱼片。我不喜欢吃生鱼片，你知道吗？真假的？对啊，我去跟生鱼片，我去跟干爹他们吃寿司，我都是点玉子烧啊，然后不然就是就不会吃到生鱼片啊，虾子寿司啊，不然就是那什么卵什么卵啊，鲑鱼卵、旗鱼卵、虾。真假的，我第一次听到不吃生鱼片的人呢、欸，很少很少。我可以吃，可是我没有说到很爱吃。等一下再来，等一下再来，我要跟他决斗。那你叫我按的时候我再按。好，可以来了。大爆眼。真的啦，抓到了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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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弃之可怜的空气，可怜的空气。断了吧。哦、oh ，很久啊，现在又很久了。干嘛？真的？对啊。啊，算了，不吃了。来，再一次机会，来。明天再去拿。再来，再来，快点，快明天了，快明天了。哎、欸，对，快明天了，真的是明天。不是啊，我家网络上不稳，就是读不出东讯息都读不出来。就之前跟巧克力他们，巧克力啦，因为有一次去台中场，不知道去住谁家，就住巧克力家。然后那时候晚上就去吃生鱼片，然后巧克力就点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一大堆就是相关的那种尾鱼啊，什么尾鱼肚啊，什么还点一大堆。嗯。然后就说鱼子烧、茶碗蒸，我点这些东西。繁星，你怎么了？我说怎么了？你怎么会点这种东西？我说，我喜欢吃啊。来日式料理就是要点尾鱼肚啊，吃生鱼片啊，就开始讲一大堆了。我说啊，我都不爱吃哎、欸。然后点点就看了我一眼，我说你真的不喜欢吃哦。然后他们开始吃生鱼片的时候，然后点点说这个好新鲜哦，怎么开始？我就先吃了一口，我真的品尝不出哪到底好吃在哪里，我是觉得有个滑滑的东西这样嚼一嚼而已。太好笑了！哎、欸，你刚学真的超像的。啊，他有口气吗？对，超像的。啊，我要飞了，超级像巧克力会讲的。鲁皮，哎、欸，等一下，不行，现在不行，头晕。没有，没有。然后那时候去吃藏寿司吧，或是那个，还有一个是叫什么？藏寿司跟另外寿司叫什么？一直有转蛋的寿司郎。哦，对，寿司郎。对。然后都去那边点那个乌龙面来吃。然后也是吃寿司郎最夸张，是因为寿司郎有盖子。对啊，还有，然后我就忘记有这个东西存在。一打开之后，我的那个炸虾乌龙面已经面皮跟虾子分离了，分离的很夸张。我就感觉很像在吃那个上面加的那个什么面衣面皮。对对，就是人家吃东西都有那个那什么甜不辣不甜不辣什么天妇罗粉那种，干当天妇罗粉来吃。可是真的很少人会去店里面点乌龙面。有啊，我因为我突然很想吃面，然后想说最近面我就只有寿司那个啊，因为淡水有藏寿司，我想说
我会不会去点个藏寿那个藏寿司吃乌龙面，再吃个茶碗蒸出来很奇怪啊。然后因为六，因为好像是多少80吧，那个面是80块，然后茶碗蒸是60块，这样吃一吃140块，然后差不多，这样吃好像也差不多哎，可以去那边吃。好像蛮划算的耶。对啊，所以说我想去那边吃，可以吧？反正我花钱呐、啊。是不是花钱的事，老吃很夸张哎。很好吃，我喜欢吃面啊，最好记清楚哈，我喜欢吃面哦、啊。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下次带你去吃面。你才没有下次哎，每次约你出来都说哼，再看看。就出不了门啊，可怜呐、啊！呜呜呜！哎，我的姑姑伞呢，哥哥？自己找我啊！哥哥，姑姑伞，我终于来了！我跟你讲，我刚连进来之后，然后我的网络就不稳了，还好先飞过来了。嗯，这里有通道，不是说。可以给点提示吗？在我的岛上。哇塞，这个提示好棒，怎么这么棒？在，嗯，你再这样，我要把你的塘鲤鱼全部吓跑哦。没关系啊，我再把你赶走就可以继续钓了。在哪？欸电梯是什么颜色、嗯？我的电梯什么颜色？什么电梯？你说我的电梯是什么颜色啊？不是，我说给点提示，有什么颜色？白色。我的眼前只有白色。有人偷看台，有人偷看台，打开的声音看到了，听到了。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我要换地方了。我没有偷看台，那声音太大声了，好不好？突然换到花束，那这花束很烂哎，其实。你不会点轻一点哦？没有，他按下去就是这个声音，怎么样按都是这个声音，直接就被出卖掉啊！你这太明显了啊！我看到了，我怎么在？看大卫的鸡鸡，我没看大卫的鸡鸡，看他胯下过去那个蒙娜丽莎。哈，你少骗，这边看到蒙娜丽莎。真的，真的看，你来看，你来看，看一看，有没有？能看到蒙娜丽莎？可以，真的，真的，真的。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吧，我都开了相机了。你先把姑姑叫给我，就相信你哦。来，一杯。姑姑。欸、我发现它是八只脚哎，你看六只，八只啦，六只啊，上面的两个不算吧？脚哎，钳子，钳子下面还有两只，对不对？假的蝎子啊！你还有弹瞎子？你打瞎子干我屁事哦！我要打蝎子几只脚？它真的是八只脚哎！我第一次知道哎、欸。叫蛛形纲节肢动物。哎、欸，它跟蜘蛛居然都是八只哦！都是我的吧？我把它丢掉，干嘛啦？嗯，对吧？那你都打在伞上面都不会痛，这是我的，没有打在星星上面，没有，我的，好了，给你了，给我，拿不下来，奇怪，欸、bug 遇到 bug， 为什么亚历山大凤蝶不能炫耀？哦，可以了。不是说好的丢伞？好了，给你了。呜呜呜！我来打电动啦。
那个是日麻，你会打哦？不会，我不会日麻。有了，耶！我终于拿到了三了，开心。诶，可以换。有了，你看，姑姑的衣服。你自己画的？不是。为什么有、啊？我画当然是找的啊，我。你喜欢吃香菇哦？对呀、啊。你饿？父母不吃香菇的。我吃啊。欸，你跟我哥哥一样。我吃啊，干嘛？我的哥哥完全不吃，他看到香菇我吃。你低能，要讲几次我吃香菇？你很白痴欸。你才白痴，你等下就会把花材爆，我跟你说。谁啊？我不是你。你不是、啊？你刚刚在耳油屁呀、啊？故意的啊，那样。你跟你哥一样，你不是单亲，你不是白人，你不是那个吗？你不是独生女吗？我表哥。你说你哥。我表哥。你是白痴啦！爽啦，那只是小的，没关系啊。唐鲤鱼是小的，你知道吗？啊，真的吗？不是，你刚不是说中文吗？我错了吗？给你打。不想理你。我错了，我错了。哎、欸，不是啊，你刚刚说是大的，我们翻记录档，记录档存证。哎、欸，这里有只小的。布布，你看他，布布。哎，我今天还没跟布布聊天。对啊，语音小啊。我错了吗？哇，草莓蛋糕，池塘里面有一只啊，这里。池塘不会有啦，我一直讲河川，那池塘池死啊，那是青蛙啦，去钓啦。好，我去钓，我还没钓到青蛙。青蛙，哎、欸，我也没看多小啊，太小那个是蝌蚪，青蛙会偏大一点点。嗯，被你气死哎、欸。没关系啊，帮你促进心脏的跳动，怕你那个。都没有动，我一块高血压的，你还帮我促进心脏跳动，老人家哦。对啦，心血管不好啦，你还没刺激我。那你心脏跳动快一点，我快死了。哎、欸，白痴，这是蝌蚪啦。我就说太小的话就是蝌蚪，我有没有讲？没听到。你到底哪句话你会听得到？我刚刚在认真钓鱼，所以没有听到。讲话都一顿一顿的。你不是要去钓海边的鱼？一、欸、对白痴。你才白痴。对，好白痴哦、喔。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臭白痴。啊！哥哥都画爆了。你在跑啊？一朵银莲画爆了。你在跑啊？还没说我会踩爆，谁会踩爆？阴森森的看到他爆了，没关系，现在种那个地方，他长得回来了。是不是熟了，你就会对我这么不客气呀、啊？我是不是对你太客气了啊？等一下，不知道是谁在骂我白痴哦、喔。你刚刚也骂白痴是不是？没有。白痴哦、喔，哈？没有，不是说你，我是说那只鱼。那你会不会是男生之后你尿尿尿不懂，尿不准都怪马桶？我白痴哦、喔，不是我不准，是马桶跑掉啊！你让我想到一个那个扭蛋，公仔的扭蛋。怎样？就是尿尿尿马桶，小动物们尿各种奇怪的马桶。没看过。不，那个人是白痴。把我的鱼吓走了，还在那边骂人爽啦，爽啦！不要不挑拨我跟布布的感情哦、喔，布布怎么欺负他？我要钓的鱼，他把我的鱼给赶走、欸，哎，我欺负他？还是你是指他是男生，我是女生？那好，我欺负他。
什么东西？没有啦。布布刚吃的草莓蛋糕也超可爱。怎么全都鲈鱼？不要。怎么一直骂他？他才坏好吗？我没有记录当见证一切。你是说你把鱼吓走的那个吗？不是，才没有嘞，谁吓走了嘞？我们都是小鱼。干嘛？不可以骂他白痴，但我没骂啊，是事实啊。我已经钓到三条鲈鱼了啦。可以啊，差不多啊。鲈鱼大乱斗呢？大乱斗好玩。鲈鱼大乱斗这款游戏叫鲈鱼大乱斗。大乱斗好玩。这款游戏叫鲈鱼大乱斗。不是，我是说大乱斗。有黄鲈鱼跟黑鲈鱼，还有鲈鱼。我比较想要钓的是什么金？是金鲈鱼吗？金尊啊，金鲈鱼。金尊，你有钓到过？很好奇。有啊，我那时候100连钓，就是想说顺便钓金尊啊。可是有人说它很难钓。对啊，我100个鱼都撒完了，完全没钓过它。哇，那时候还有人想按炫耀按到放生。你哦，不是我啦，一个实况组啦。怎么这么可怜？爱的教育他不需要啊，对吧？拿爱的小手他才需要。鲈鱼屁啦，五只了。欸，我连钓鲈鱼，狂钓鲈鱼！哇，你这是鲈米耶！真的是狂钓，我的妈呀！为什么？我钓黑鲈鱼。你家风水不好。我家风水不好。嗯。你自己抓来的呢？我有阻止过你耶。你可能要去我家钓，说不定我家比较……什么？你家钓？去你家钓，然后你把鱼赶走啊？第六条的鲈鱼大餐。唉，蓝色香菇，我要把这把伞染成蓝色的。咪咪蛋，同事欸。啊，又是泥鳅。那时候我还没开始玩，然后是看到阿米果那边在贴，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有线在玩了。嗯。然后就看到。因为那时候我就只是看到说什么是金什么的，然后感觉是又是那种很稀有的鱼，然后他就按炫耀，按到放生，他就放生。哎、欸，哥哥，干嘛啦？我钓到了，毕业了，我毕业了，而且鱼竿刚好也爆了，刚好钓到了，恭喜哦。同一天，你在哪？你在哪？你要找我吗？快跑啊！我看到你了，啊、我看到你的影子。啊啊、等我。你怎么会看到我？我长那么像。我刚好走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你看我有了，我有了。可是为什么他这只鱼是哪只的、啊？你刚钓起来都是用抱的啊？哦，不是啊。嗯他这只是直种，你看这只就是横的。你在七彩霓虹灯哦、喔啊！你不让我走，我让你走。好啦。那耶、yeah ！不是啊，你陪我一次唐鲤鱼啊！要不给我赶走吗？白目死屁孩！你要去阿亮家吗？我家开刀啊，你去跳回。
不要。哎、欸，你现在手气正旺哎、欸。我们枫叶的时候再去掉，还有手气正旺哎、欸，搞不好你之后下半个月就是水逆了，你知道吗？哥哥，我现在没有钓竿啊。我有啊，你钓竿，你摇个树就有了，你没钓竿。想骗？嗯，好啦，休息啦，让你休息哈。果树有吗？哎、欸，有，果树也有啊。有，我在有。所以我现在身上都会带铁，然后没有树枝，不，没有网子，没有钓竿就去摇，然后再升级上去这样子。嗯、最客家的玩法。怎么刚好像南东？南东是什么？南东是什么？我只知道南东。你有看鬼灭吗？有啦，我都画过祢豆子了。你问我有没有看鬼灭？哇！南东。算了。祢豆子什么时候画？我跟你不熟的时候画的吧？我放很久了哎、欸。没有吧？应该是不熟的时候画。我们所谓熟是什么时候？是最近的才叫熟，还是以前就叫熟？最近才要熟吧？那我画过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哎、欸！天哪、啊！有人还骂过我凶巴巴哦。谁骂过你？你。那骂得好啊！我才骂得好。嗯。上，你先去看我的台啊！你那么爱构思我的台，你去看我的台啊！我画的是这个啊。我再去考古。不用考古，我贴在荧幕上啊！而且我还拿来做杯垫呢、欸。哪有？没看到，还在那个莲池。哦，是壁咚哦，那字太小，也太像蓝色的蓝了吧？哇、哦，这祢豆子好可爱，我的妈呀！哼，可爱哦。哼，伤害造成。什么伤害造成？哎、欸，我就没看过没。什么没看过？唐鲤鱼啦，唐鲤鱼事件呐。我们结怨了。好啊，都不要讲话、啊。明天一国的话也不要讲话、啊。明天吗？我还有23个小时又43分钟哦。哎、欸，不是明天、欸。今天是歼灭。是今天，不是明天。歼灭战哎、欸。哦，明天吗？明天不讲话，那礼拜六，礼拜六能干嘛？是礼拜六，没意思。礼拜六晚上8点是跟小雨去闯迷宫吗？那你之后看要不要再聊天啊？没有啊，没有哦。我说你不是关完台之后看到聊天啊？哦，对，明天我也看到，我们也要看。对啊，想不开啊，很懒的，对不对？我懂。明天要干嘛？开导。明天你也不在啊，那我一个人开台。我在啊。明天你跟小雨啊。八点的事啊，那是八点的事啊。8点开啊，那顶多早点结束，早点回来而已啊。嗯。打你二龟是什么啦？可爱啊！你的海滩不是说要放满满的你二龟？我之后把死培雅那边通通放你二龟，让他出不来，跟那个叉叉丸一样。叉叉丸很可爱，为什么好怕林卡叉丸？查查完觉得很难过，然后一脸无辜脸欠人家欺负啊，那才叫受好了。我想到了，哥哥，你有那个吗？拿到铸铁木的那个什么配方吗？哪一个啊？那个两层柜的那个。两层柜那个没有，那超难拿到哎、欸。真的好像很多人都拿不到。杰瑞也没有啊。很想要做那个。你说铸铁木什么？嗯，它可以塞很多东西啊。你在哪里啊？我来救你啊！救我？你要怎么救我？你今天不钓到鱼，就不跟我和好了。呜呜呜！我去卖鱼了。啊、你不要撒饲料哎、欸！你怎么知道啊？想也知道啊，露米心理学。
为了赔罪，什么都干得出来。对啊，没错。好，换我来捞。捞什么啊？蛤蟆。哦。我应该讲对了吧？是蛤蟆吧？蛤蟆。不然讲什么险金？对啊，我那天不是讲错吗？你上次讲什么、啊？蛤蜊。哦，蛤蜊是一样的东西啊。咦，那我上次讲什么？辣啦。哦，对。卢米要代工哦，你有哦，羽毛只有哎、欸，羽毛，你断麦，羽毛才，羽毛子，我爱你，这样可以吗？有吗？没断了吧？有啊，你告白了，我告白了，没错，有吗？助听，怎么这么棒？怎么什么都有？可是我还是找不到你的后头龙的尾巴。他那个就是他花。他花那个啊，机票去摸的啊，去学的，还是很棒，大家都拿不到。那个叫铸铁木什么啊？柜子。嗯，感觉我就是没有啊，因为那天有听杰瑞在聊，那我们大家看好像都没有。就是那天杰瑞讲的啊。对啊。所以我才一直想要。铸铁木系列是谁给的？暴躁，暴躁吗？我不知道哎、欸。那我叫暴躁啊，那我每天去找他。我不知道、啊。强迫他，因为强迫他交出。铸铁木自恋吧，我今天自恋的有给我一个什么？自恋会给黄金啊，跟铸推椅子的那个。工作品，工作什么推椅吗？对对对对对，现场给我那个自恋的，你帽子，我帮你把哥哥的化石全部鉴定，我们就知道没有后头了。完蛋了你，结怨真的要结起来。嗯？什么？啊？你？哒哒哒哒，你刚说什么？我刚你讲话没听到。啊？你刚说什么没？你的屏风来了。哦，谢谢阿亮。阿亮怎么这么棒？我又有东西可以放了。我要去放我的姑姑，姑姑小岛，姑姑月亮小岛。奇怪，这塘里鱼一大堆，要钓要没了。墨菲定律啊，想钓的时候就钓不到。河川瀑布会有吗？瀑布下面啊。星星，星星。没有，听到。星星，两颗，一颗。星星，两颗。哎、欸，那应该没了，五颗了。现在很怪，这是铸铁木橱柜吗？我不知道哎、欸，现在都不敢跑步了。你
福米哦，人在等你啊。他在哪里？补补那边啊。哦，哎，那四叶草，四叶草，现在他一直在四叶草。哦、然后在我家旁边了。我跑过来了，我在花田了，等我等我，我飞奔来了。哈利，我在你的屁屁，我来了。谢谢你。谢谢你的屏风，我会好好使用它，布置我的咕咕岛的咕咕月亮岛。耶，开心！如果说你的糖驴人，嗯，被你吓跑了。我陪你掉。走开！不要！你要怎么掉？你也不能掉啊！你白痴哦、喔。我不要跑步把他吓走。不是有网络上有一句话吗？嗯。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嗯。离我远一点。嗯。嗯。好。我多远一点，我回去了。哥哥，拜拜。拜拜。当你呢？哎呦，你怎么还在这？你把我们两个一次赶走啊？你就不用等两次啊？没差，慢慢来。哦，我就我带钓鱼，你不要先带走，你不要先带走，我需要你留下来，等一下再走。我等你关台。我也没有说关台，不，钓到才关台啊。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不想关台而已啊。但是你关台，我再走。我不知道阿亮在逛什么，在我家逛得很开心。他应该在找鱼啦。哎、欸，阿亮，你已经钓几条鱼了啊？5000条了没啊？感觉他一天都钓个100条以上。哎、欸，我今天任务全部都没拿、欸，哎，这么一说，差一点。你在干嘛？露米小妹妹，差一点就忘了，而且我还4个都完成，都一个都没领。你在干嘛、啊，露米小妹妹？我要顺其中一个是不是用鱼吓走？用雨伞吓走一条鱼？对，我觉得这个任务超棒，可以每天都给我这个任务吗？不是啊，真的，我刚刚下的那一头就是哦、喔，就小鱼啊。小型鱼都有机会啊，只是它的体型就看怎么看都不像小型鱼啊。它是把三星鱼跟那个啊唐鲤鱼的尺寸搞反了。我觉得有三块鱼明就很小只。对啊，我觉得你是不是要钓大的啊？没有啊，是小，真的是小的啊。还是弄错了？我要来干嘛？我刚刚在你家前面干嘛？知道跳舞吗？不是，忘记要干嘛嘞。啊，浇花！我想起来了，我最近都在刷蘑菇跟气球，没空钓鱼哦。你很乐意不睡觉台，你不睡觉，我很乐意，你很乐意，可是我会死啊！我还要剪片哎、欸，我看还是早点关台好了。看一下今天要什么任务，太执着他了。哎、欸，我把你的金玫瑰，哎、欸，黑玫瑰交了。嗯，借我接任务。嗯，你就直接去花田拿金色洒水壶浇一下，全部都有了。你说要浇8个花？对。对啊。刚好今天的5个是的。耶。啊，最后一条这个了。如果是唐鲤鱼的话。我去摸妹妹一下，如果不是的话，我去打妹妹一下。等一下，怎么好像怎样都是我说哎、欸？摸你也不行哦、喔，好，你打我。如果是的话，我打你。不，如果不是的话，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哦、喔。好，可以，我接受了。哦，哥，你家一个贝壳都没有。我家怎么可能会有贝壳啊？我都捡光了好吗？你要捡，你要卖10个贝壳是不是啊？对啊，刚好顺便看任务，算了，
戒了，我家有。你家一大堆，我都没有剪，跟你讲。好，我去我家剪。我知道我家。我先关台，我先关台，你等我。所以你钓到什么？你还没说。鲫鱼，我来打你了。乖。没有来门口。跟我们说好。没有。我们说好。你给我来，他给我们乖乖乖乖乖。没有没有没有，我在玫瑰花田等你决斗，快，要跑的哦。来啊！来啊！来啊！欸、你真的踩爆你，白痴哦！干嘛、啊？我跟你打，我跟你打，不要踩我。我打了，我没有打到吗？不要踩我的花花。我都给你打，去关台吧。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喽。那等一下就是直接去睡了吧，吃个宵夜然后就去睡了。好啦，感谢今晚收看。我不知道哎、欸，我可能真的是开台时间会越来越晚了，今晚会开始狂睡猛睡了啊，有点开始担心自己身体状况了。好啦，那就到这边啦，感谢今晚收看喽。大家晚安，拜拜。再掉一下，这个是什么大小的？这个是，突然忘记了哎、欸，这是什么鱼啊？不会是海马跟那个小丑鱼啊？没那么大啊。哦，好啦，各位晚安，拜拜。